20世纪50年代末，中国某地生产车间里出现这样的场景。一滴油掉在了地上，外国专家疾步走来，用绿纸仔细地擦干净，然后把纸扔进锅炉里烧掉。烧掉的这滴油是用于核工业和航天工业的润滑油。当时国外对润滑油的生产技术实行严密封锁，一滴油限制了新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速度。初心不变，信物百年。我是今天的信物讲述人，我代表亚洲最大的润滑油科研生产销售集团中国石化润滑有限公司，给大家带来了这件信物。这是新中国第一代的羌油壶，金首商头油壶。70年前，这个小小的瓶子里装着我们国家最早自己研发生产的润滑油，也就是擦枪油，老百姓都把它叫做黄油。当时是专门提供给解放军战士用于擦拭枪支的，许多老兵对它都非常熟悉。而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长春润滑油，就是从诞生于天津碱露厂房里的擦枪油开始起步的。1950年，朝鲜迎来了最寒冷的冬天。在接近-40度的战场上，很多志愿军战士因为擦枪油的质量问题冻住了枪栓。小小的擦枪油关系到战士们的生命。就在这一年冬天，远在千里之外，天津润滑汁实验室架起了大锅，锅里翻滚着浓厚的油脂。技术员们经过反复试验，熬制出符合技术标准的擦枪油，紧急送往朝鲜战场。中国的润滑油事业在为国防大业服务中起步了。1962年，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。苏联撤走了在中国的援建专家，中国刚刚起步的两弹一星事业因为浮油的断供面临停滞的危机。长城润滑油公司的前身621厂临危受命，在内无工业基础外无技术援助的情况下，全体宣誓必须把浮油搞出来。时间紧迫，为了保证两弹一星战略规划的需要，621厂必须一次试车投产成功。经过了无数次试验，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，终于中国第一代浮油产品全浮碳油诞生了。这一瓶是全浮碳油，用于第一代油浓缩扩散机关键核心部件的润滑。从工艺成就的擦枪油，到第一瓶自主研发的全浮碳油，我们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航天工业、核工业润滑油技术的国家之一。在长达70多年的企业发展过程中，我们始终以祖国需要高于一切为使命，不但研发出祖国需要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润滑油产品，成为大国重器、高端装备、重点工程推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随着航天业的发展，世界航天大国都寻找适合太空环境的润滑油，中国几乎同步开启了研发工作，并且成功研制出了新型航天润滑油全浮聚醚油。航天润滑油的价值堪比黄金，一吨基本有机化工原料只能合成提炼出1000克左右的航天润滑油。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工作人员在百级洁净度的实验室里穿上厚重的防护服，有时要站到10几个小时。
在严苛的标准要求下，中国的润滑技术一直处于世界发达水平。神舟升空，嫦娥探月，中国航天事业腾飞的70年里，润滑油品始终保持着零事故的记录。携手中国航天的同时，中国石化润滑油也将航天技术推广到国际民生。从万米深潜的蛟龙号，到远赴极地的雪龙号，从飞上高空的国产大飞机，到驰骋千里的复兴号高铁，从街上奔跑的小汽车，到高新科技的机器人，中国石化润滑油为中国制造贡献着源源不断的润滑力量。